走，捧着他的名字，他的喜怒哀乐，往前走多久了？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。左手快点，帮我拍个 video， 我一定应该互相帮忙吗？欧巴 ，please， 这比鬼片还要怕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多，他渐渐忘了我，但是他并不晓得，遍体鳞伤的我，一天也没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她的梦。也不懂，我叫你出来是选靖城的礼物，不是选你自己的礼物。那你喜欢的话，靖城也肯定会喜欢了。你看，来，你的主人不要你了，拜拜。啊，不要丢，靖城不喜欢，我喜欢你。我很孤单，却赶不走。捧着他的名字，他的喜怒哀乐，往前走多久？你会不会觉得手很空啊？说要当我的佣人吗？才一束花而已，来来来，给我吧。鼻，这样够温柔吗？鼻甜不甜？啊，送。他的情况并不乐观，他一定会好的。你还年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如果你选择离开，我不会怪你。我不会离开他的，我会一直守护着你。你们先休息一下。不要，继续吧，这样我才可以快点好起来，继续跳舞。你是不是又胖了？怎么可能，我最近都在吃粥啊。那为什么你在我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呢？讨厌。咦，可以不要这么弱妈妈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是李思彤啊。你会不会有一天离开我？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他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。大大的梦想，你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大大的梦想的视频，立即收听 Yes 九三三独家电台播放大大的梦想剧集主题曲和片尾曲。